爸的老爷们都紧张我啊。他是全网宰羊最快的新疆放羊妹，用不着八分钟他就能宰完一只羊，被网友戏称为荒漠屠夫。不知情的网友觉得把他称为荒漠屠夫实在是太言过其实了，只因他看起来人美声甜，一个把羊放丢了都能哭得梨花带雨的女生怎么可能是荒漠屠夫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直到网友看到他这个宰羊画面才明白了过来，他被戏称为荒漠屠夫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荒漠屠夫这个称号对他来说实在是实至名归，看他的这个宰羊手法既干净又利落，一看就知道他在宰羊方面很有经验，仅仅用了不到八分钟他就宰完了一只羊。这头羊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上一秒还被他欺负了都不敢还手的女生，下一秒却让女生拿捏了。这一次也就用了十分多钟，这头羊就变成了他砧板上的肉。哎呦我的妈！因为他宰羊实在是太快，而且又很有经验，就算他长得再人美声甜，看起来有多么的人畜无害，网友们还是纷纷给他起了荒漠屠夫这个称号，